对，他们连肩膀到腰到小腿肚都按摩到，哦，就是非常的舒服，很棒很棒。好啦，那我们一样起三分钟。OK， 下午好，我是好，准备好了吗？想准备好了吗？做四十分钟的课程，前面的休息应该算足够，三分钟应该 OK。非常的累 ，OK OK。那流量指数我们今天的时钟还要落在2000上下。好，怎么称呼你？ OK， 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面板的左下角的部分，没有？看看数字有没有达到目标？就是四十分钟，准备开始了。首先帮我抓着二握姿，对，往下踩，慢慢踩，慢慢踩。One two， 不然到后面会太累。OK， 听到有力的动节拍，郑红，郑红，跟怡文，有气质的怡文，以及做一点点要起笔，像快的郑红。One two， 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男生，你可以发现一下你的整个腹部的核心都帮我。男生要站起来吧，对不对？好，二握姿抓好之后，你可以实时的抓，或者是直接用轻点的方式也可以，主要是你的核心可以帮我叫出来。可以，一分钟了。只是你的重心可能失望，好，再降低一点点。OK， 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，就是在这两个选项择一。还有两分钟，现场大家说帮林湘加油一下，三二一，林湘加油！再次三二一，林湘加油！比较活力了，有吧？真的很累，我是不是让你灌入 energy 的了？真的，这三分钟宛如半小时，他们等一下还要再跳一个互动的舞哦，所以我们是要帮女孩们加油。我们再讲一次，乐天女孩加油，三二一，乐天女孩加油！好，剩多久？因为如何？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觉得很方便？所以这首歌完全没有压力，很方便，对不对？主力放心，教练 OK 吗？这位 OK 吗？就好，这位还可以，会不会有点你看有点上下？不会不会，可以。好，我们派出我们的菲菲，觉得现在很累吗？脚酸，你平常都没有在运动，对不对？说酸哦，他说他平常都没有在运动。哦，平常都没有在运动。哎，你一个男生，你很年轻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没力哎。没力了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什么被菲菲好像说没力这样，这样怎么行？这样不行啊！加油加油！还有最后的几分钟，我看一下，还有最后的30秒左右。有啊，旁边的人在偷笑哦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可以吗？加油！好了，那你坐着啦，好不好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吗？是不是大腿很酸？我觉得，哎，坐着但是还是要动哦。对对对，这一周快结束了，我们当然要试着做一点点定速训练。其实教练还有不断的在讲说，要试着做一些些和缓的方式，像感觉已经抓到诀窍了。哎，我抓到诀窍，可以吗？有没有不累吗？就是不要踩太快，不要累了，是不是？那再骑三分钟，不行不行。不要一开始觉得自己哇很有活力，然后毛起来踩。你要喝水、擦汗都可以。那老师的那个课程就比较跟着节奏，不要他。哎，怎么变重了？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哇，是不是长？